哎，这两天发现，我一睡着就流口水啊，一睡着流口水啊，天上飞碟，飞碟在飞呀啊，飞碟在飞啊，飞碟在这飞呀啊，形成了飞碟云啊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飞碟云，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然后呢，然后呢，飞碟在旋转的时刻，还会往下压下起那个水分呢。往下，因为风在往下转的时候很均匀的，就像打桩，就像那个我们这个叫什么打桩机啊，打桩机是嘣嘣嘣是这样的啊、哦。我说的不是这样的打法的打桩机，就是压到一个东西一直往下，一直往下，就是不间断的往下把压的那种啊。飞碟在旋转的时候，另外就不间断的在往下渗透，往地下。压那个水呀、啊，水分的，空气当中的水分的往下压，空气当中的水分往下压，空气的那个让水分往下压，这个往下压有穿透性啊，有穿透性，这个往下压、有穿透性，可以穿透到那个，石头里边啊，可以那个水啊，可以穿透到石头里边，就像一根钢筋不间断的刺进去，刺进去，那个水柱啊也是不断的刺进去，刺进去，刺进去啊。不断的有水柱刺进去，刺进去，刺进去，刺到石头里边啊，像钢筋一样的刺进去，刺进去，刺进去，刺进去啊，刺进去，刺进去，刺进去。如果说这个碰上了那个石灰石啊，那么哇一下子就产生很大的力量，就产生巨大的力量啊。如果说碰上那个电石啊。那个水一碰上一个滚一下子就产生了一区气体啊，一区气体周围如果是烧起来的话，那么周围的哇一下子燃烧起来了啊，一下子燃烧起来了啊，一下子燃烧起来了啊，然后呢，这次夏威夷那边啊，夏威夷那边啊，夏威夷那边就发生这个事，飞碟在天上旋转的时刻，天上旋转的时刻，会产生一种。在临界形成一种水柱啊，就往下，这个水柱有穿透性很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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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穿透性很强啊，直接穿到那个石头里面去了啊，所以呢，发生了化学反应啊，产生了化学反应啊，哇，化学反应。一下子就起火了啊！起火了，又是产生热量，又是起火，然后轰一声，一下子就全烧了，起火了，烧起来了，啊！来龙去脉是在这里的啊，来龙去脉是在这里啊，所以我流一睡着就流口水，一睡着流口水，刚才刚睡着，又流了口水，我想起来这个事情，已经发生了好几天了啊！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！好，再见啊！好，再见啊！再见，嗯。